定爱相信因缘果报啊！咱知因识果，无因不成果啊，无缘不回报。咱大家人应该爱相信啊！在咱日常的生活中，拢无离开因缘果报啊！逐天的生活就是容易去做到这个因，结了人的缘，生了呢未来的果啊，那迄种的感受。所以，那要讲的生活，逐天都是安尼伫咧因果轮回啦，也那是要讲。生生世世也是同样啊，在因缘果报中这样在咧轮回，无因当然就不成果。你若无甲人结歹缘呐，这个缘未汇合，都无有啥物果啦，无啥物款的报啦。所以呢，这应该咱爱一当真用心去体会，这是一个学问啊。客家，因是帮咱种田的阿叔啊阿姊嘛。哦，本来是餐店哦，揣你卖是要做啥物？无用啦，赶紧赶出去。
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啊？因的餐桌要立，爱望后冬，那呢是叫阮这一冬，甲裤头洗好完，吼、哦、腰腹肚是毋是啊？我看你是头壳歹去啊！是啊，社会人在咧讲，镜头啊是可能无看出，你一开嘴就替别人讲话啊！餐厅修行确实无好，倒三顿，大家拢有问题。如果那强变高餐桌，到时会影响每年的建筑以及修行。修行若是无好，那呢损失就愈来愈多。对什么人比较比较有利？对什么人又阁是无害的？敢毋是吗？大哥，你嘛讲话。小妹啊，你讲了嘛是真有理，但是寡妇要因为餐厅无得交出这个餐桌，就来减轻咱的税金，敢毋是咧？这，也毋过，咱也阁是有办法承担吗？就因就无法度咯。小妹啊，你菩萨心肠通人知，马先比行人先比去，餐桌比较无过去，厝内一开无了事。恁啊，恁给我听清楚，先讲如果后讲你。客要到此为止，外人尽做天经地义，该用外人熬合情义。啊，你外人进产啊！大头家啊，你要外人进产，安尼不是逼阮走上绝路吗？啊，初进嘛，同款的条件。别人会当接受，为怎样袂当接受呢？我伫想，这其中必有蹊跷哦。大头家，阮家三代拢是替恁咧种田的呢，敢讲连这点仔信任恁都拢无？信任？哦，人心得来，先看会清。头家，你听我讲啊。
小姐，拜托的啦，你甲阮求情一下啦。大哥，请你宽宏大量，将心比心，放因一条生路吧。哦，拢是你咧做好人，阮拢是歹人哦。借问一下，你是有摕什么好处哈？向伯，你甘会无天，冤枉无辜，是何道理？哼，我就是不相信你有这么好心做这款吃饱我枵的代志。我，小姐，爱你，爱你啦。嗯。大哥、二哥，也够小弟。如果万一性转阴，我万一将阿爹留予我的家中，全部摕出来，补贴残奏。好啦，看在小妹面子上，阿兄答应你啦。多谢头家，多谢头家，放阮一条生路。多谢头家，多谢头家。小姐，多谢你哦，多谢小姐。小妹啊，你已经捐出你全部的财产了，这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呢？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如果我若无嫁，就踮在家中做老姑婆，互恁饲咯。想要饲你啊？当然是恁来饲我，咱是同胞兄妹呢。哎呦！大哥啊，你唔着讲话。小妹啊，阮这嘛是经不得你的决定啊。我看以后你自己出去生活吧。自己生活？那是要叫我离开？大哥，咱是手足呢，为怎样要露出对待我？因为你的嫁妆拢已经全部捐出来了，一个家已经无咧立足之地了。对，无咧立足之地。我去离开，也无起扫帚，甲你挂。什么？大哥，二哥，你哥呢？一个向南嘛，吃米唔知米价，伊的计算是咱参照的数十倍呢。
今仔日咱个加赚一笔意外之财咯！真好，真好哇、啊！无想要分财产，就做一做咯。哼哼在天之灵，就爱保庇我。老哥，拜托，等我来保你。亲人啊，我无亲无情，无朋友。看你流浪在此，好惨像是破病真严重呢。敢讲无请大夫医治吗？无，那无请大夫，后果是不堪设想啊。公公，你看嘛，知影，我心无分文，个心念当白，大家，人讲我这是太高白，无人敢插我。我今仔实在，是要心断开，就等无想。
来带我去。人间处处温暖，何必讲如此丧气之话呢？不是丧气之话，这是事实。你若不相信，也无你做我当伊领导，你教我做爸，你敢无？我你唔得，你唔得。现代其实小女子嘛是有路无处啊。你真是爱讲笑，看你这身躯打扮，哪里会有路无处呢？你。你应该是一个千金小姐啊！不错，我原本是千金小姐，不过我……你安怎？罢了，人讲送货送到天，好人就做到底。行，赵兄弟，你随我回转家中。哎，姑娘，你拄则不是讲，你有路无处啊？时到时当当，无米才煮咸鸡汤。你随我来当，我扶你呀、啊。啊，我啊，多谢。哎，谢你呀，多谢，多谢你。哎，兄弟，兄弟。